国斗艳粤女争锋 CCTV SMG 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于2006年6月正式开锣。十位粤剧表演艺术家联名签发倡议书，引发20年来又一次粤剧大赛。来自江浙沪闽四大省市、三大赛区、28个专业艺术院团和艺术学院的200多位青年演员参与了激烈角逐。经过等待与期盼、泪水与欢笑的洗礼，今天十位金奖得主终于脱颖而出。粤剧院尹派小生王青，福建芳华粤剧团的尹派小生陈立宇，上海粤剧院的张派老生吴群，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尹派小生张林，上海粤剧院的徐派小生李入燕，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尹派小生李肖文，上海粤剧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上海粤剧院的副派花旦盛舒扬，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旅派花旦张艺清，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副派花旦董建红。历时4个多月的粤女争锋今天终于告一段落，这些充满着朝气与活力的年轻粤女们正经历着一场破茧化蝶的蜕变，衷心地祝福她们明天更加美好。各位朋友，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我们是在上海艺术舞台向大家现场直播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颁奖晚会的实况。非常高兴今天晚上由我们四个人一块来主持这台大家期盼已久的颁奖典礼。是这样的，那么刚才呢，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我们粤女40强代表共同献上的一曲《月花美》，这首动听的粤歌为我们今天的颁奖晚会拉开了一个美好的序幕。大家知道吗？这首《月花美》它的词作者就是我们德高望重的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它的曲作者就是我们上海粤剧院的著名作曲陈军老师。大家的掌声告诉我，今天两位老前辈都到场了，看得出来两位老前辈对于粤女们的期盼。我们通过刚才的这首《月花美》，可以说也很好地表达了新一代粤女们的心声。粤剧从1906年诞生到今年2006年，已经走过了100年的路程。100年啊，朋友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精心呵护，粤剧这朵原本并不起眼的小花，如今已经出了的有模有相，而且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地里那么的引人注目，那么的让人骄傲和自豪。所以我建议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感谢一个世纪以来为粤剧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好，亲爱的朋友们，由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梨园擂台栏目
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百姓戏台栏目联合主办的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历时三个多月。我们说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粤女们的成长，也感受到了粤剧迷们的热情。这次大赛推出了新一代的粤女们，同时呢，我想也是向粤剧的百年诞辰献上的一份厚礼。本次大赛一经推出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大赛呢吸引了来自江浙沪闽四大省市的28个专业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的200多位青年演员争相报名参赛，其中有不少呢还是20岁以下的初出茅庐的小姑娘，真可以说是粤剧在新世纪的一次划时代的新秀大点兵。3个月来，我们观众争先恐后的踊跃程度和热情指数，充分说明了戏曲不是没有观众，粤剧不是没有市场，演员不是没有舞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戏曲很有观众，我们的粤剧很有市场，我们的演员很有舞台，特别是我们的戏曲观众最最可爱。同意我这观点吗？还要加上一句，今天我们的叶慧娴老师很有激情，对不对？不是，这个掌声啊，确实发自于内心。我想这个掌声也是我们所有喜爱粤剧的观众最最希望听到的掌声，对不对，朋友们？那我想呢，我们新一代的粤女啊，确实是没有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失望。他们在舞台上呢，脸庞虽然是还显得有些稚嫩，他们的表演呢或许还有一些生疏，但是呢他们一路走来，从初赛到复赛直到决赛，他们个个啊都是信心百倍，并且呢在舞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艺，他们尽情地享受着这次比赛。同时呢，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新一代粤女的精神风采。说得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青春靓丽的粤女们的付出也有了回报。在今天晚上这个隆重的颁奖仪式上，我们将为大家颁出金奖、银奖和最佳新秀奖。我想粤剧不光是粤剧迷们的粤剧，它也不光是粤剧演员的粤剧，粤剧它是中国的粤剧，也是世界的粤剧。今天晚上我建议大家，让我们释放出我们所有的热情，为我们的粤女们，为我们的粤剧鼓掌呐喊助威吧。
组八人的十八相送确实过瘾，对，每个组合是一位名家一位新秀，嗯，真可谓是一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视觉享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一点也体现了我们越剧界传统的这种传帮带的美德。你看，为了让我们的越女们在台前绽放光彩，我们的越剧名家们在台后花了多少的时间和心血为他们排戏辅导，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心都是很齐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越剧事业代代相传，更加的兴旺。这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越剧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啊，越剧让他们着迷，越剧让他们魂牵梦萦啊。听说参加这次大赛最小的选手只有14岁。对，那么这位选手呢，就是来自浙江艺术学院附中的郭倩云。别看他年纪小啊，他可是40强之一，实力不可小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小将的风采。我们有请郭倩云为大家带来《白蛇传》段桥，掌声欢迎。
谢谢谢郭倩云的精彩的表演。朋友们，郭倩云呢今年只有14岁，可以说是这次大赛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选手了。14岁，和这些大姐姐们同台竞技，勇气可嘉。是的，那我们这次比赛呢，也是自1990年举办的江浙沪粤剧大奖赛以来的又一次粤剧界的盛会了。遥想16年前呢，那个时候参加比赛的，你像方雅芬啊、陈飞啊、吴凤花，他们已经成为了现在粤剧界的中流砥柱了。相信呢，通过我们这次的粤女争锋，一定也会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粤剧演员，成为新时期的粤剧领军人物。是啊，我想大赛呢，不仅是推出一代新人，更主要的是扩大了粤剧这个剧种的影响。说到粤剧，这朵流行于江南的艺术奇葩，我想人们喜欢他的理由会很多，但是我想他唱腔的优美、表演的细腻以及演员的靓丽，恐怕是最最主要的原因了。是的，那我们的粤剧啊，不但是借鉴了像戏剧啊，还有电影啊一些表演方法，同时呢，它也向昆曲、京剧借鉴了一些城市化的表演方法。很多的老艺术家都是这样教导现在的演员的，一定要博采众长，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呢。说得太好了，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何倩娜、于咪、张艺清、吴群带给大家的技巧表演，大家欢迎。
运动追不到梦境。
老夫苍天，大问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心一跳。幼一老师，你怎么心一跳啊？是啊，如果说以前对乐女有几分喜爱的话，今天我又增加了几分敬重。还是这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说得好，自古英雄出少年。本次大赛呢，为了让更加年轻的乐女们小荷赶路尖尖角，还特别为20岁以下的选手啊，设立了一个最佳新秀奖。对，巧得很，两位王牌小花旦李旭丹和夏毅呢，都获得了最佳新秀奖。他们的特点呢，是年纪轻，形象美，得到了观众和评委的好评，认为他们很有潜质，前途不可估量。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两位新秀奖获得者呢，也将和粤剧名家合作，为我们带来经典的唱段。首先请欣赏的是李旭丹和著名王牌花旦单仰平带来的《红楼梦》，劝带掌声欢迎。
两代王派传人一曲《劝代》真的是情真意切，非常的感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林妹妹，更要送给17岁的小林妹妹。好朋友们，接下来呢要请各位欣赏的是由最佳新秀奖获得者夏意义和著名徐派小生郑国凤共同演绎的《春香歌》《爱歌》。父亲啊，我们后夫来进贡，把你撵走，把你走，你我两个撵走，撵走什么你？你别拿。
谢谢。大家都知道王娟老师王派的演唱特点是自然流畅，平易质朴，真意切，韵味醇厚，所以两位呢确实有小王文娟的味道啊，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为获得最佳新秀奖的三位选手颁奖。获得最佳新秀奖的选手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李旭丹、金梦超和夏奕奕，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上场。刚才呢这个李旭丹和夏奕奕都已经为大家表演过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间的这位啊，是来自宁波小百花乐剧团的副派花旦金梦超，掌声送给他。金梦超呢今年20岁是吧，19岁啊、哦、哎，梦超、这个、年龄很小，这个你比赛的结果是不是超过了你梦想的、嗯、是不是，是的叫金梦超对不对，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你看我们现在花旦怎么都个头那么高，但是不能再长高了，这个小生不能配了，再长下去啊！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待会儿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节目？啊、待会儿带给大家的是三寸金莲彩敲跟长绸的结合。哦，这也是你复赛当中的一个节目，对不对？那金梦超的舞蹈呢，经常是带给大家惊喜，我们也期待你出色的表现。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三位颁奖嘉宾，他们是 OCA 春竹集团执行副总裁郑俊杰。上海东源博鲁家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锦川和上海殷宝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殷宝华，有请三位为获得最佳新秀奖的选手颁奖。好，让我们再次向获得最佳新秀奖的选手表示祝贺，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谢谢。本次大赛组委会呢还为积极参与和支持我们比赛的观众朋友设置了一个大奖，根据事先的约定呢，就是要在全部猜中10名金奖获得者的观众当中呢抽取一名幸运观众，奖金是5000元人民币。那么其实你知道最后有多少观众猜中了呢？肯定很多了，因为我们这个踊跃参加的这个观众很多啊。我告诉你、啊、结果是一个都没有啊。没有啊，零啊因为我们的比赛啊确实赛场风云太多的变换，对，悬念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临时做了改变、就是在猜中8名金奖获得者的观众当中抽取20名幸运观众啊，这个奖品呢是价值500元的观摩券。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现场抽奖，有请我们的四位抽奖嘉宾，他们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擂台制片人、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总制片人滕海涛、SMG 综艺部电视戏剧部副主任、粤女争锋电视挑战赛总制片人尹庆一、相果国际集团副总裁胡国辉和景德镇市康艺陶瓷影像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卫康先生，为我们抽选20位幸运观众。我们请每位抽奖嘉宾抽取5个观众，我们把这个名单放在这里的托盘上。好，每一位抽选5个观众。叶老师您再重复一下，我们获得的奖品是价值500元的观摩券。观摩券啊，太好了，因为接下来我们有更精彩的活动、是吧。我觉得这里要特别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粤剧的观众朋友啊，这份奖品呢是对你们一份小小的回报，一份心意，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抽奖嘉宾。这里呢我们会这个另行电话通知的。
啊，我们有请燕生、芳菲。好，我们祝贺这些获奖的幸运观众。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说到越剧的行当呢，分为四大类，那就是小生、花旦、老生和小丑。因为越剧呢大都是演绎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戏，所以呢小生和花旦的演员呢也比较多。但是这次大赛呢，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涌现出了三位优秀的女老生。没错。那么通过这次大奖赛呢，真的是出现了三位一级棒的女老生，她们就是吴群、王小玲和蔡燕。她们三个人呢，用自己精彩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评委，同时呢，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三位女老生当中的两位，一位是王小玲，一位是蔡燕，我们欢迎她们两位上场。好，掌声有请。两位好，两位我知道都是张桂凤老师的学生是吧？对。张老师今天来了吗？今天张老师他身体不好，所以说他没来。哦。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的决赛选段在选择上面他花了很多心思，所以说他晚上失眠一直睡不好，所以他病了。哎呦，那非常遗憾啊。他就看不到今天的这个颁奖典礼了是吗？那不是的，因为老师上次跟我们说过，这次因为是直播，所以他说在医院里面有电视机，他可以看到直播的。哦，那太好了。张老师现在还在医院，正在收看我们的现场的电视直播呢。那有什么话要跟老师讲？是的，我想对老师讲一句，你是我心中的骄傲。张老师你是最棒的，我们等你回来，你很快会好起来的。我相信张桂凤老师一定听到了，如果您此刻正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直播的话，我想说的是您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听到两位您年轻的晚辈对您的祝福了吗？我也建议大家，我们用现场最最热情的掌声祝福张桂凤老师早日康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他的两位爱徒的精彩表演，我们欢迎他们。Thank you.
从马空从好，谢谢，谢谢王小林和蔡燕的精彩的演唱。两位女老生果然是气宇不凡呐、啊。嗯，是的。刚才他们唱的是《金山战鼓》，里面的这个韩世忠的形象可以说是我们越剧文武老生的一个代表形象了。你像老一辈的张桂凤啊、吴小楼还有徐天红，他们都是著名的老生演员。可以说呢，他们的表演非常的质朴，也是非常的感人。他们为老生腔的创立也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今天他们看到自己的徒弟、自己的学生在舞台上有了这么出色的表演，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开心和欣慰的。没错，说完了老生，我们再来说说花旦。哎，芳菲，你知道吗？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最最高兴的老前辈恐怕就是傅全香老师了。哎，为什么这样说呀？你知道吗？不管从初赛、复赛，还是到后来的决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傅全香老师是无数次的亲自坐到观众席里，来到现场为他年轻的学生鼓掌加油呐喊。哦，你知道吗？在进入二十强的选手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傅派的弟子，他能不高兴吗？那肯定会高兴的。哎，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欣赏啊，由他的爱徒，也是我们这次大奖赛银奖的第一名裘丹丽和著名的越剧演员钱惠丽为我们共同送上《玉簪记》中的偷诗这个选段。我们欢迎。
寻到山峦山影，山谷所归，谁在一阵关中泪？心似枯木奔不语，披雨成风，落子想起心痛念，有情还是怕
曾经梦遇啊、谢谢裘丹丽，谢谢钱惠丽的精彩的演唱。嗯，哎，芳菲，通过主持这次的大赛呢，我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新发现。哟，你又有新发现了。我想全国不少的剧种和院团的招考演员的标准，恐怕要借鉴一下我们的越剧喽。哎，这又为什么呢？您看看我们的越剧演员，不光唱作俱佳，而且长得也漂亮。哎呀，特别养眼，是不是？没错，您看刚才那裘丹丽。我相信以这样的条件演影视剧应该也不成问题啊。哎呦，你这已经给他做上宣传了、啊、不过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裘丹丽呢已经是拍摄过一些影视剧了、包括我们这次所有越女争锋的这些越女们，她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能歌善舞、哎，她们呢在影视界呢也有一些涉足、但是呢之所以还能够坚守在越剧舞台上，完全是出于对于越剧的那份执着的热爱。你说的太好了，我想在这方舞台之外，外面的世界同样很精彩。这些越女们呢也面临着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我想正是由于越剧的独特的魅力还有他们的执着追求，最终使这些可爱的越女们坚守在了这方舞台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大饱眼福了，因为呢下面呢是一组越女表演的精彩歌舞，掌声响起来。Oh,
thank you.
las palabras de Dios.谢谢乐女们的精彩表演，真的是乐女也疯狂啊！您看看芳菲，刚才就是跳吉普赛舞的这个张派的女老生吴群，跳的还够狂野的吧？这没法说了，这个她在舞台上表演起来，刚才那个我们的摄像还在讲了，说没想到她跳起这个女人的舞蹈，还是非常的这个洒得开。她刚才在后台特别兴奋跟我说，说什么？这是我在乐女争锋的舞台上第一次演女人呐，过瘾。啊，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颁发本次大赛的银奖。本次大赛的银奖得主呢，按姓氏笔划排序呢，是王华丽、王柔桑、王小玲、吕亚娜、金梦超、夏意意、谢丽丽、裘丹丽、蔡燕、妙海杰。好，我们有请这些获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是的，同时我们要请出今天银奖的颁奖嘉宾，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老师、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周宝奎老师、毕春芳老师和尹响峰老师。好，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出这些前辈艺术家。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颁奖仪式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传承。我们的这些颁奖的艺术家都是七八十岁高龄了，为这些晚辈的学生们来颁奖，这正好符合了我们戏曲的一个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获奖的选手，也送给颁奖的各位老艺术家。谢谢，谢谢你们。哎呀，你看我们老艺术家一上场啊，就点燃了现场的这个热情。他们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艺术家。但是呢，今天晚上呢也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表演艺术家范瑞娟老师呢，因为身体欠佳，没能来到颁奖晚会的现场。对，人没来，但是心到了。心已经到了。为了表达对后辈的寄望，他专门写了一封贺诗，而且呢，指名要叶慧娴老师当场宣读。这个，我想范老师啊，现在一定坐在电视机前，但愿我能把他的心情读出来。寄望后辈，百年粤剧百年情怀，粤女争锋，粤女敬美，一代新人满台生辉，多才多艺，竹菊蓝莓，百花争艳，笑迎未来，艺术苦旅，永对寒岁，永不言败，无惧无畏，永不言弃，无怨无悔，暮年无梦，心系舞台，月愿春天，寄望后辈，艺德艺品相传代代，再铸辉煌，舍我其谁。好，白老师下得好不好？我相信粤女们一定会听你的话，我们都会记你好的。叶老师，你这两句这个范派啊，这个味道我们都听出来了。这儿我们也把掌声献给我们的范瑞娟老师，祝愿她早日康复。谢谢您，范老师。朋友们，素有人间天堂的美称的杭州啊，它既有这个迷人的湖光山色，
啊，又以啊自己多元的文化气息吸引了中外的朋友。是这样的，那么这次可喜可贺的是呢，来自浙江小百花的两朵小花李霄文和张艺清啊，同时都得到了金奖啊，再次显示了浙百的不俗实力。那么接下来欢迎两位金奖得主为我们共同演唱《孔雀东南飞》的《惜别离》，大家欢迎。
啊，真的是人美曲更美，我们的掌声是不是也更加的热烈一些呢？谢谢两位金奖的选手。其实这次的大赛啊，可以说是看点多多。那么最大的一个亮点呢，我们观众朋友应该都记得，在决赛的时候，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创作展示和即兴演唱环节，要求我们的每一位乐女们用越剧优美的旋律来演绎中国古诗词的意境。比赛的现场这个效果可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加得非常好，也非常必要。你看我们现在老艺术家就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一位演员如果你有创作能力的话，你的艺术生命往往更久远一些。对，那么在比赛当中呢，我们的乐女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尤其是来自绍兴小百花的尹派小生张琳的一曲古筝弹唱《将进酒》啊，是把这个古筝的悠远、古诗词的深沉以及越剧的婉约结合得恰到好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张琳再次把我们带进这浓浓的意境中。这张琳既是才子又是佳人，说得太好了，叶老师。那接下来呢，一位真正的佳人将翩翩而至了，也是一位金奖获得者，同样呢也是来自绍兴小百花，他就是傅派花旦董建宏。那么今天呢，董建宏将为大家演唱的是傅派的名段《情探行路》，掌声欢迎。
生寡妹，大多就是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魂飞，曾呀曾呀。光脚为到成千佛才今天呢，我们要再请一位这个金奖的获得者，是来自咱们上海越剧院的副派花旦盛舒扬。别看这个舒扬啊，个头挺小的，很娇小，但是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了超越年龄的大气和沉稳，这是一个花旦演员非常难得的。那么今天呢，他将和著名范派小生张瑞红一起为大家带来《青山红袍》选段，我们掌声有请。情。
婚呐、啊啊！你又想着弟弟，我到外面去寻。哎，身上有红袖添香也多说，你怎么连身上的话都不听了呢？我转过身去，不让你看。哎呀，转过来，转过来。啊！你不好好读书，也在挖墙，娘我死了，娘我都死了，娘我都死死了，娘子可就破相了。娘子，你来看。相公，哎，
有了娘子的眼睛，你就不能好好的做了事吗？是啊，娘子的眼睛不在你了，你才可以安心读书了，对吗？对呀、啊。叶老师，接下来呢，我要为您介绍四位尹派小生，他们分别是陈立宇、王青、张林，还有李肖文。说得好，燕生，你现在是戏曲方面的专家，您过奖。你看这尹派演唱的特点就是深沉隽永，缠绵柔和，流畅舒展。没错，听我说不如听他们唱啊。接下来我们请四位金奖得主联袂演唱何文秀的选段《桑园访妻》，乐队指挥我来叫板，啊。醉呀，走着。要唱歌高嘞。
放手去莫想内忘，只见一见小逃亡，小小城头少上房，泼墨教育清香炉中茶，温素菜园煮人房，一碗八香红灯天能有，第二碗又见鱼儿扑鼻香，第三碗香菱蘑菇等豆腐，第四碗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碗姜烧五道牛牛牛，第六碗江鱼花椒在花上，茶碗一碗酒一杯，坐上筷子又一上，哎呀看起来故作为母祖三九爷，乖娘的娘子心肠，谢谢谢谢四位引派小生靓丽儒雅。嗯，我相信此刻坐在台下的严响芳老师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的。没错，你说的太对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次大赛呢可以说是继1990年的江浙沪粤剧大赛之后的又一次粤剧盛会了，只是相隔的时间有些远，16年。我相信有了新世纪的这次粤女争锋好的开头，以后的粤剧大赛绝对不会相隔这么长时间了。一定会的。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次大赛呢应该说也得到了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粤剧团体的大力支持，在这儿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谢谢你们了。谢谢。好，那下面呢我来宣布一下这次大赛的组织奖得主，按笔划为序，他们是上海粤剧院、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南京粤剧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三江粤剧艺术团、宁海粤剧团，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是的，我们用掌声向获得组织奖的各个单位代表祝贺。下面呢我们有请组织奖的颁奖嘉宾，他们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党委书记杨文宏、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总监助理李守进、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总监助理李纯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副总监郭宇、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监制金磊，有请各位颁奖嘉宾。有请各位。谢谢谢谢各位颁奖嘉宾。是的，我们看得出来颁发组织奖的各位嘉宾都是两家主办单位负责具体工作的各位领导，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获奖单位，也感谢颁奖嘉宾，谢谢他们了。谢谢谢谢。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叶老师和钱云。叶老师啊，粤女争锋争得真好，不仅争出了可爱的粤女们，也争出了一批呢新的观众群体。我就听说很多年轻的观众啊，就是通过看这个粤女争锋呢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粤剧，他们觉得粤剧挺好听的，也开始喜欢这个粤剧了。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吗？他们说你们叫粤女争锋 是不是唱粤剧的写字女啊？这粤剧挺有意思的。当然不全是粤剧，他们不了解粤剧，其实也有很多剧团都是男女合演。对，
只不过是在越剧创始的时候，那时候社会呢是不允许男女合演。嗯，你看京剧四大名旦都是须眉男子，越剧最早的时候呢也是有男子来演出的。是的，随着越剧发展以后呢，人们发现这女班的演出啊，哎，比较受欢迎。嗯，所以女子越剧就开始发展了，再加上越剧界呢出现了一些睿智改革的女子，使人们的越剧呢就更有所认识了。那么新中国诞生以后呢，又开始提倡男女合演，又出现了新的男子越剧演员。可能是越剧女演员出名的比较多，所以人们认为这越剧只有女演员了。好，我们的叶老师你看如数家珍啊。所以我们在把这个鲜花和掌声献给台上的越女们的同时，我觉得更不应该忘记同样出色的越剧男演员。我建议我们也把同样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好不好？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所以在今天的颁奖晚会上，我们请来了两位越剧好男儿，哦，展示一下我们的越南风采。嗯，啊，我们请许杰和徐彪新为我们演唱双珠凤里的送花楼会。好，加油，好男儿。心匆匆，明把花送，那孤灯可是夜里热当空。闭过了门，那关心人进得宫内我无穷啊。小姐呀，奉行我总初见你，承蒙你多情一缕真志同，从此日千丝万缕佳人寄，寒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自知，我马上投靠金府中。我为你头儿开了多少，我为你伸手下眼做侍童，老母愿盼儿不回，童儿灭子无影踪，夙愿光阴岂容你。定能结家用，谁知小弟冒风寒，我满腔欢喜又空。我纵把山拥水滴呼噜，谁想到皇太夫人你因我把莲花心里愿小弟连在西家我用，四方宝你管我身边去使用，把你进在玉林
好，谢谢，谢谢两位的精彩的演唱。哎，是的，那你看刚才这个越南的演唱啊，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是啊，刚才芳菲你知道吗，在后台有一个人要自告奋勇带领3个越南来向越女们祝贺呢。哎呦，我看呢，你不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谁了。我先介绍一下他的3个学生吧。好，一位叫齐春雷、裘龙还有王国阳。你说的分明不就是越剧王子赵志刚吗？没错，今天呢赵志刚率领着他的3个学生来演唱的是杨乃武选段，这分明就是越南 F4。谢谢，谢谢赵志刚率领着越南3杰的演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上海的天蟾艺术舞台为您现场直播的越女争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的颁奖晚会。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到戏迷，戏迷啊，严格的说某种意义上就是流派迷，每一个戏迷都希望自己喜欢的流派的演员获奖，因为是比赛总要有个结果。但是我们说对这些越女们来说，路还长，日子也还长，年轻不言失败。我想说的是，退一步讲，谁赢了
都是越剧赢了，谁红了也都是越剧红了，大家说对吗？今天呢我还特别要告诉大家，让我们非常感动，今天84岁高龄的徐玉兰老师身体不适，今天还是坚持来到了我们的颁奖晚会的现场，我们再一次感谢徐玉兰老师，谢谢您徐老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两位徐派的选手，一位叫杨婷娜，一位叫李露燕，带给大家的是脍炙人口的《红楼梦》金玉良缘。令妹妹，今天走古弄今，天藏三金，此地间参经买的子，今天是天上人间从古到今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儿，大伙说对不对？好，现在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我们要宣布本次大赛的金奖。获得粤女争锋金奖的选手是按姓氏笔画排序：王青、张林、吴群、李露燕、李肖文、陈丽宇、杨婷娜、盛舒扬、张艺清和董建宏，欢迎他们上台。现在我们掌声有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华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滕俊杰上台为他们颁奖。大家欢迎。让我们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表示衷心的祝贺。朋友们，想被沉甸甸的这份荣誉
来之不易。袁老师啊，这个此时此刻啊，你一定有话想说，对吗？是的，我非常激动。亲爱的观众同学们，你们好。哎，我坐在下面确实非常激动。哎，历时三个多月的与你争锋，以及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通过激烈的竞争，产生了金奖、银奖、优秀演员奖和最佳新秀奖，同时也产生了与你争锋新秀十四枚。在此，我向我将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那么，袁老师，根据你的这个倡议啊，我们就把台上十位金奖得主啊，称为是粤女十姐妹，好不好？朋友们，好不好？好，我觉得这个说法呢，一定会载入史册的。谢谢您，袁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袁老师，谢谢，谢谢。我想，我们粤剧的下一个百年的希望就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再次把祝福的掌声献给他们。好，祝福他们。粤剧的振兴呢，要靠我们的十姐妹，更要靠千千万万个姐妹。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四十强的其他选手上台和大家见面，有请。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的是获得本届粤女争锋新秀奖的选手，按姓氏笔画排序，他们是何倩娜、何梦来、徐琼、郭倩云、张登元和于咪，掌声祝贺他们。获得粤女争锋优秀演员奖的选手，按姓氏笔画排序是王舒文、厉丹红、吴素菲、李旭丹、李燕、周燕儿、陈翠红、范小平、陈文婷、楼周英、于巧平、蔡杰、熊琪和薛巧平，让我们同样掌声祝贺他们。那我们此次大赛呢，也得到了社会各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要感谢四十强奖品的提供，他们是景德镇市康益陶瓷影像有限公司提供的彩色影像艺术挂盘，还有二十强的奖品提供上海东源博鲁家珠宝有限公司赠送的红宝石白金饰品。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特别要感谢吴江分湖经济开发区独家外景场地提供，还有 OCA 春族集团独家服装赞助，以及上海殷宝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奖品提供。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上个世纪的粤剧老十姐妹缔造了粤剧艺术的辉煌，新的世纪我们通过粤女争锋产生了十位金奖的获得者，我们说这是新世纪的粤剧小十姐妹。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他们的开拓创新，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我们也祝福他们更上层楼。新的粤女手里已经接过了粤剧的接力棒，相信他们在粤剧的这条跑道上能够再创辉煌。放飞青春，放飞梦想，粤女争锋，更高更强。各位朋友，今天的颁奖晚会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光临，再见。再见了，朋友们，再见。